不要动，不要动。不要动，不要动！出来，出来！他想出来，全部出来！在进去执行压制的时候，他原本是一直狂叫，一直狂叫。但是当我们大喊趴下以后，他又一直趴下。然后我们执行附带搜索，整个过程大概持续了20分钟，他都没有趴起来，一直到警方离开，他才敢趴起来。